就相当之好噶啦，抬头望上天，云都唔多久啊！而球场里面嘅气氛咧都非常之热闹，见到啦，即系两队嘅球迷打气咧，落力度咧，带晒旗仔，一片旗海咁，相当之壮观啊！好欢迎大家嚟到巴塞隆纳，10万个球迷齐聚一堂，唱歌打气，这个场面实在啊非常之壮观啊！开波啦，巴里斯洞察先机啊！马干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得啦，俾人抢翻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喂 ，Keyman， 即系你嘅专业眼光嚟睇啊，边个球员有机会做出一个好大嘅贡献噶嘛？富安健洋呢个球员咧，有齐晒亚洲球员嘅诸多优点，技术唔错啦，全面又有纪录啊，佢可树枯增高。咦，个波仲有机会喎，喺重要时刻出现咗个世界波，带上咗队长臂章，梗系要以身作则啦。唉，六号今次真系神仙难救啊！你唔好理，雖然話叫執雞啊，但係佢都係入波啊，龍門都係好大責任嘅。今場波出現第一個突破啦，犀利咯！咁早入到波，睇嚟梗係想大勝一場啦。加比，喂，有機會啊！冇問題，哇！即刻就追翻啊！其實入波即刻俾人追翻咧，都唔係少見嘅。入波嗰隊梗係醒啦，不過我覺得領先嗰隊咧，可能係大意咗少少。咁輸法啦，冇嘢好講啦。加比爾哲西斯把握咗呢個機會啊，不過最大問題就係對手嗰班後場嘅球員。古列哲死啦，守得好啊！呢個龍門係抵加人工俾佢啦。今場波第一個角球出現啦。有个反击机会啊！话都冇快，由呢边墙去翻嗰边墙，唔使急，最紧要唔好慢。你脚下功夫唔错噃，都系应付得好好噃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史尼达，巴塞隆纳呢几脚啊传得唔错噃，向侧翼传球。恩伟特争赢咗啲下啦，嗱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美斯个波咧而家喺古列治嘅脚下，诶今次唔得，好古列治攞到波啊，泰路，好美斯攞到波啦，望下球证先，诶系啦，罚啦，巴塞隆纳搏到个12码翻嚟。呢啲咁嘅場面咧，壓力好大噶。入波，非常之冷靜啦。邊度有人射12碼射到好似佢咁定噶？巴塞隆達領先，舒夫增高，力量同力量嘅對決啦。出矛招俾人捉到啦，罚球啊！派路，古列治攞咗个罚球翻嚟。嗱，睇嚟球证咧有些少想攞张牌出嚟噶，不过结果最后啊都系警告啊，算数啦。呢個 foul 波咧，即係如果萬一要攞牌都冇計噶啦，因為如果你俾人長區直進咧，就仲危險。嗱，佢埋門嘅能力就大家都唔懷疑噶啦，睇下佢可唔可以。路，
杆，咦，传得唔错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，唔错啊，传得。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传去侧翼，加比尔马天尼利，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？呢个波追唔到啦。加比尔马天尼利个眼神就似乎系同啲队友讲紧对唔住啊。喂，个波啊俾得麻麻地啊，但系其实咧个做法咧个心思系几好嘅，应该仲有下次嘅。呢球传得唔够准噃，夏维斯，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后防夹到实一实，一啲都唔放松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咋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睇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加比尔哲西斯，个波而家喺加比尔哲西斯脚下。哇！扎稳个马，成功咧就系攞咗个波。將個波送去邊線啦，馬杆界外球啦，舒夫真高，烏列治，冇人掹，好機會啊，得手啦。領先住兩球都怕請安全了吧？哇！自己帶波過咗三四五六七關之後，仲要自己射埋，真係神乎其技啊！呢個波啊帶得靚啦，除咗夠冷靜之外咧，仲要之後最後嗰個射門都係處理得好啊！巴塞隆達領先兩球，成場比賽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而家呢隊波已經掌握曬個形勢，話曬事啦，穿埋過去。撳埋去龍門口，哎呀，俾人截咗！半場完啦，上半場嘅表現咧非常之出色啦，揾唔到弱點啊！睇下半場可唔可以 keep 得到先？巴塞隆納半場領先3-1啦。Se ha encontrado unas llaves de coche con un llavero en forma de bota de fútbol. Se ruega a su propietario que se ponga en contacto con algún empleado del estadio.比賽再次開始，哦，成功搶走啦！佢就唔會咁容易認輸嘅，睇下佢一陣會唔會再試多次。哎，呢招可以話救咗佢一命啊！加比爾馬天尼利俾人偷咗個波啊！禁區內犯規，球證吹緊啦。嗱，我啊覺得佢自己係冇諗過會搞成咁嘅。波就擺低咗啦，準備射噶啦。入唔到啊！咁樣嘅黃金機會擺到埋口都食唔到啦，唉，真係唔好再諗啦，而家係要集中嘅時候。係突破嘅好機會嚟㗎，哎，食喎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，俾人啊撞跌咗。
呢球波過唔到去啦。成個反擊都唔錯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。馬田奧迪加特睇得一清二楚啦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波咧而家喺古列治嘅脚下，马杆试下压埋去啦。哎，呢个波唔错啊！马杆拉散咗条防线，嗱，反手围攻一定要快，向前传出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美斯。美斯又入个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。哇！今日佢真系做乜嘢啊？咁劲嘅，仲睇到继续进攻喎。咁都俾佢入到，咪抵入啦，抵赞啦！帽子戏法啦。喂，其实唔系好奇嘅啫，佢差唔多场场都有呢啲表现噶啦。看看這場球都可以放入雪櫃的了。哇，這球有趣喔，反應真的夠快，這樣送了個球給人了。龍門的泰路巴塞隆達失了個球之後呢，個節奏快了喔。是啊，加謙逼得好緊啊！呢種打法咧叫做狼群戰術啊！哇，呢種前烏列治射啦！嗱，呢個波真係狀態差些少啊，都會救唔到噶。俾人 mark 到咁緊，真係連波都就快見唔到啦，仲話射波。巴塞隆納第二個角球，對手今場波咧仲未有角球噶。準備要起腳，可以去慶祝啦！呢場波佢哋玩曬啦！原來啲球員之間有條罅喎，真係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龍門啊，更加冇辦法應付啦！巴塞隆達真係一啲都冇留守喎！馬杆。整腳直線，古列治嚟到個靚嘅位置啦！布卡約沙卡，我話唔定一球定勝負啦！卡斯達斯接到實一實。俾人睇穿咗咯～史尼达个波而家喺美斯度 mark 得佢好紧啊！个波咧而家喺古列治嘅脚下，几脚嘅短传啊！走位一流啊！喂，把握机会啊！入得好靓啊！咁樣同邀請佢去起腳咧係冇分別嘅。哇！佢喺禁區裏邊咧，難得有咁多時間喎嚇，對手好似當佢冇到咁，咪搞到佢呢入波咧，真係好容易啊！
Cambio de jugadores en el Barcelona. El dorsal 19. 是時候要禁制換人的了，而且兩邊一起換球，中間有球進入了，不過看怕都沒什麼機會翻身的了。可不可以給到下去這個空位呢？一下橫傳跳到盡頂這個球，入了，但無論有多少人圍著他，他都好像不怕這樣的。這位仁兄好東西，整隻猴子這樣的，你都捉他不住的，又被他甩到身了，好像大人蝦細路這樣。 傳埋去中路，過到人啦，好機會！呢球點咧？搞掂！呢場已經唔叫得做比賽啦，簡直係大屠殺。哇！睇嚟入波應該陸續有嚟喎。幾分鐘前咧，佢仲坐喺後備席，而家就變成入波功臣啦。嗱，後備上陣有咁嘅着數啊，其他人開始攰啦，佢啊體力上有優勢啦，換得啱啊！ 巴塞隆达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望落就似有机会嘅，不过结果都系唔得。有机会入波，救到啊！龙门做得好。嗱，虽然呢个波唔入咋，不过反击咧，好明显系佢哋呢队波嘅杀手锏啊！几时都话高佬有着数噶啦。 危機解除咗之後就立即反擊啦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曬嘅。加比爾馬天尼利算係好準嘅一球啊！加比爾馬天尼利呢一下就話想試下傳上去。嗱，其實個諗法唔錯㗎，走位都幾好，可惜啊，比波嘅質素爭啲啦。 掂啦，俾人搶走咗啦！佢將個波搶翻嚟，呢個時候就冇必要去冒啲不必要嘅險啦！踢埋上去，呢個波點追啊？喺眼前都幾多選擇，好準嘅傳球啊！ 准备要射啦！想追翻呢球波啊！高波传中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智多夫，智多夫，迪达救得靓啊！应该就差唔多完场咯喎！啊，系啦，冇错啦！巴塞隆纳踢到好似今场咧得一队波咁，每次拎到波咧都有机会入嘅。比斯对球迷嚟讲咧，佢嘅贡献啊，可以话。